来自彰化县妇女会、新女性关怀协会、花之乡国际蓝心协会、彰化县工商妇女协会、园林妇联会等团体近70位来宾共同参与慈善午宴。泰国厨艺学院创办人梁善主厨师为大家献上泰式凉拌海鲜、青木瓜、泰式香茅鸡等料理，当地的南洋风味让与会来宾都赞不绝口。各位的一个善心，让我们有一个及时雨，能够再增加我们的一个健管的一个机会。那南彰化它也没有在彰化，南彰化它没有一个就是社福机构。那今天我们健管完之后，将来可以成为南彰化的一个地标。彰化家福中心主任王正光指出，去年9月11号，园林儿少馆正式来动土，但建馆基金预估有1亿，至今只募得4500多万，仍需各界力量的资助。谢谢大爱大学与妇女团体的热心公益共襄盛举，帮助家福小朋友迎向更好的未来。大爱大学将抛砖引玉啊，给大家有机会来帮忙家的孩子。那我们王主任呢，为这个2-3千个学童儿童这样子有一个足分能早点完成啊，所以我们大业有一个公益大业，真的是年度这样的一种四边多方都是一种 win-win 的一种情况之下，来举办今天的一个公益慈善的午宴。那由大爱大学呢来提供今天的场地，同时呢我们也赞助相关的一个食材。我们希望是启智社会，然后能够用智社会。这次慈善参会募集到新台币22万2000元，全数捐赠给彰化家福新建园林儿少馆来使用。台人新闻刘新孝采访报道。